新车发表会在世贸大楼中间的展览场举行。裕隆公司董事长吴顺文在会中表示，菲林是集合众人之力才能够顺利完成的汽车，他对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表示感谢。参加新车发表会的有经建会主任委员赵耀东、经济部长李达海等多人，对于这部耗资20亿元、经过国人5年的心血自力设计开发完成的菲林101都寄予很大的期望。经建会主任委员赵耀东更在发表会中强调，汽车工业要摆脱日本汽车的阴影，自力更生的重要性。